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回到嚟 Pokemon 嘅言之字啊！咁大家可能听得出咧，我把声咧有少少病病地咁，但系应该都 OK 嘅，系啦。咁咧话说就回到嚟呢个言之字咧，我发现咧，其实呢个 game 咧原来有加速嘅，系啦，我都系早两日先知啫，系啦。下一个唔应该系某一个场地，系啦，岩石场地啊嘛，呢个系一样啦，都系呢几只啦，其实都系李亚超啦，好。虽然佢加速啦，但系佢个背景音乐系冇加速。哇，系，因为你噶，会换先，猛撞啫 ，OK， 冇问题啊。空切，炼狱 ，OK， very good 啊。啊，节奏快咗真系好紧要嘅。蚊香蛙，哎呀，唔系大力蛙，唔紧要，照打啦。好。空切嘅效果出晒嚟啦，即刻威吓到对面。角撞，哇！喷火龙一个打晒。好，冰场地 ，OK， 先去回血先啦。冰场地呢、這个啦，真系第一隻就喷火龙睇下。冰场地，我觉得咦，呢个系四天王嗰个位嚟噶。哇！冰场地真系唔系用冰系嘅，用冰场地，跟住对面系会用黑制冰嘅虫，我发现好似系，系咪咧？睇下系咪啦？哦，系啦，呢只已经系啦，凤神犬系黑冰系，空切大自烧 ，OK nice。铁甲杯啊，呢啲就冇问题啦。铁甲杯系冰系啦，四天王科兰会用嘅重啦，呢只系。再见。哇，极光速，可惜啊，我唔到啊。草之场地，咁草场我谂都系，系咪都系火虫？我觉得。诶，目前正在设置佢，一阵再嚟。队伍系完美会成为冠军，這裡呢度咧吓未报名，咁应该要出去啦，我觉得应该系唔系你啊，小哥？嘿、hey, ，听讲你获得咗八个徽章，所以我嚟支持你。你喺比赛当中咧表现好好，接下来咧就更难啦。等我睇下咧，你系咪准备好下一轮？原来系挑战嚟嘅。OK， 秒啦！哎，用错。系噶，有个光合作用，死啊！又系坚硬，六尾啊，空切啦、啊、六尾就 ，OK， 冇威吓，电光石火，小拳石，好，落英缤纷。超音符啊！久违地吹出嘅肥超出嚟啦，应该可以一下秒嘅。OK， 飞佢漂亮嘅战斗啊！如果你想嘅话，可以俾你只精灵做美容，有助佢作战啊！美容啊，我用美容。好，冰场地啊，定水场地啊？啊，唔系草场。哎，得啦。喺我开始之前，可唔可以知道你个名啊？嘛，准备书啦。好，哎，唔要车你贵，真系草系喎。如果呢度草场用翻草丛会有加成咧，咁样我觉得会仲有趣咯。成只 game， 即系成个流程嗰啲世纪高原。哇，喇叭啊！点样训练到49咧？喇叭啊！而家要离开啦，祝你好运。由于你赢咗第四场啦，所以你赢，由于你赢得所有四场比赛，下一场战斗就喺石英场地。OK， 我哋要入去咩啦？话石英场地应该系呢个啦。OK， 好高兴认识你，我哋都尽全力啦。就咁啦。阿云呢个好似
好似都系喺动画片出现过嘅名啦，呢个系全部改晒名嗰啲虫，系咪就系最后嗰一只虫？哦，就系呢一度啊！呢一度咧就系喷火龙咧，佢经典嗰一幕啊，系啦，佢见到小火龙咧，跟住战斗低迷，即刻唔想打，跟住就输咗啦，小智。如果唔系喷火龙，好有机会打到再前少少嘅，冇法相信咁嘅结果。你今年进入咗16强啊，听年出年再嚟试试啦，多谢你参加比赛。大宝博士本人都支持你嘅 U L 啊嘛，点解唔去话俾你听你嘅表现呢？点解呢个看门口有咁多嘢讲同我？好啦，咁所以结论上咧，大家见到啦，小智咧系喺呢一个射鹰公园入面系攞到16强啊嘛，头先讲。大木博士喺边度啊？佢喺度咩？定系要翻去啊？我哋而家要，我翻去玩大木博士啦！依家路上有个障碍不能通过，你想唔想将佢带走？带走？做乜鬼嘢？无端带走只吸管小丑呢度？你喺联盟咧，比表现出色啊！为你感到骄傲，大木博士。你联盟捉咧表现好啊，小某都嚟咗，我同佢讲咧输咗啦，仲未嚟得切咧，叫佢帮手啊，佢就走啦，所以希望你帮忙，可唔可以去到骨子群岛嘅咩代金岛啊？系咪代字嗰度？龙武博士喺嗰度有一个神秘嘅精灵球，希望我去睇睇，嗰度都有一个联盟咧，可能会感兴趣。常青市有块艇可以过去，好，有一只大嘴雀攻击飞艇，如果你阻止佢，我就可以俾你免费搭。最后一次见到佢系常青森林，又有啲外加剧情入边。好啦，总之依家我哋要解决嘅就系常青市入面嘅雀仔。咁大都唔知去边度搵。绿毛虫，哦呢、這个绿毛虫就肯定系剧情绿毛虫啊呢只。肯定是那隻綠毛蟲啊！咦，會不會這次綠毛蟲才有劇情呢？大家覺得會不會？我覺得應該不會啊！我覺得它系統應該沒那麼勁啊嘛！即是我放生這隻巴塔碟才有劇情，應該沒的我想。好啊，不要理那麼多了，我們現在先找了一隻大嘴雀先。好，哎，就是這隻是吧？知不知？虽然我应该不会用了，但系都识唔识？佢系捉得嘅，可以捉嘅。啊，40呢凤凰系咪？咁啊，寄生种子啦，睇下几时捉到啦，捉唔到就由佢啦。反正我有10几个精灵球，可以慢慢抌啊。OK， 一发入云，多过非人系嘅战力啊！虽然我已经有喷火龙啦，我依家翻去。飞艇呢度，成功咗大嘴雀啦！我会咧手落二咧，而家你可以免费承担。吓、啊、你愚蠢咁咧，登上咗我哋偷嚟嘅飞艇，而家无处可逃啦，靓仔，将你最好嘅精灵交出嚟。又系火箭兵团。OK 啊，拍怪，吹，起身。毒系，哇！大蛇灯眼唔紧要啦，慢慢打啦呢度。如果呢、這个即系奇异花呢个招式咧，即系呢个配招咧，打毒系咧太辛苦了，所以冇办法。啊！有只吸管小菜身，火之兵团远黑我嘅奇异花，仲要等唔到催眠添。即刻转喷火龙，哦 ，nice！ 大舌头喷火，再喷火，得30几呢咁低嘅对面。果然言之，只系比较贴合嗰啲剧情向嘅游戏啊。边个都驾驶紧飞艇啊！我。哦，事故中幸存落嚟啊！哦，飞艇冇人驾驶，跟住唔知道入咗啲咩什么急流，跟住就坠毁系咪？都系嗰啲剧情，失事剧情，巴塔碟啊！
呢个系咩天气嚟？系咁斩下斩下喎，天！挤低吸本小丑先，照道理就唔会用噶啦，吸本小丑。隔音，落天，劲废嘅性格。我哋同奈木博士一齐喺呢个岛上工作。哦，呢个就系奈木博士嗰个岛，佢好似有分几个岛。啊，唔系，系骨子群岛原本有分唔知七个岛噶嘛，定好似七个啊嘛。跟住奈木博士好似就喺第一个岛，第一个岛入面，定其实冇分。好，入去先。用尽一切办法研究呢个球，但毫无进展。呢个系咪叫什么咩 GS 球啊？呢个叫做一直喺度等你啊！嗰度有个球想俾大木博士睇睇。听讲你对我哋个岛咧都好有兴趣个联盟。最近嘅道馆咧应该最近嘅道馆喺下间岛下干岛。哦，系啊 ，GS 球啊。咁呢个 GS 球好似系雪拉比嘅道具，冇记错，好似同雪拉比有关呢、這个呢嚿嘢。哦，有得传送。好攰咧，你可以嚟攞佢，保管佢令我身心疲累。咁夸张，唯一攞完个精灵球之后就一天都光晒。佢要我去下江岛啊，但下江岛喺边度？呢度啊？哦，即刻有咯。OK。挑战蓝十字色，祝你好运。虽然我怀疑你可唔可以做到蓝十字色，应该就系佢嗰个人系嘛？化石盔、瀑布种子，我喺呢度钓好多年啊，但系咧仲未揾到完美嘅海刺龙，完美嘅刺龙王系咪呢个啊？轮到你了，敦眉水系专家。呢一度系一个安静嘅地方，如果唔系因为有道馆咧，应该唔会有人停留。嗯，這個、呢个咧，佢其实呢一个自己设计嗰个岛咧都比较少嘢睇，都冇乜话好多建筑睇啊呢度。家姐喺度管理道馆，你冇可能打赢佢。喂，敦美啊嘛，我要八分。点解会有迷你龙呢？磨死神秘守护 ，very good， 白海狮，一下秒啦，或者两下，哇，激光速，蚊大力蛙呢个系，好喷火龙出场。的确好强，的确好强咯，可能有机会打赢佢。使用呢个嚟帮助你咧，眼餐又好似嗰个什么啊？青木系咪叫青木啊？叫做啊，俾你见识下呢个年咩成年人嘅威力，跟住用眼餐。咦？轮到你了，但入唔到喎。睇一睇，你要挑战呢个道馆，活力快，咁多人送嘢嘅。咁有只阿帕怪喺度嘅，过睇下佢先。唔好管我哋，纯寿司。笑死佢！我哋只系想用嗰只精灵。哦，呢度应该有劇情嘅话，如果唔系，点会无端端咁样对打无端端？高速移动应该唔会够我快，冇得快过咯。唔做喷火龙先，感觉我呢度嘛，拉普拉斯，我拉普拉斯劇情，哦。隔篱嗰个就系嗰个小健啦、
同小光差唔多，都系嗰啲照顾精灵嘅人，系啦，想成为照顾精灵嘅一个咩饲养家定咩？冇掂嗰只可怜嘅拉普拉斯，啊，佢都要揼埋我一份喎。无求死啊！妈你老例，水枪，好搞掂。对唔住，以为你要伤害拉普拉斯，我唔会阻碍你，要小心。冲浪，终于有啲劲少少嘅技啊！有啲信任你，想带信拉普拉斯。O、okay, K， 又成功偷走咗只拉普拉斯，成功偷走咗贝贝龙。呢度呢个剧情有啲无厘头啊，系啦，做咗鬼嘢无端咁样。是不是可以學冲浪俾下边个去游水试下先。唔係喎，佢都係唔俾游水。仔女不能冲浪。有肆虐嘅风暴。咁點樣上去上面啊？定係其实呢度可以游啊？都似唔得喎。卡关喺度。啊、可能要玩一玩攻略先啦，系啦，咁但系等下集翻嚟再解啦呢度。我哋今集就玩住嚟呢一个骨子群岛嘅前篇先啦，等下集翻嚟咧就继续打埋呢个骨子群岛嘅剧情啦。好啦，拜拜。